fans 俾你嘅愛係無限。Hello Press Logic 嘅朋友你好，我係 Fiona 薛凱琪。我成日都形容話，我好肯定，我100% 肯定，我第時嘅老公都唔會儲曬我所有嘅剪報啦。同埋 play 一首歌，佢會中意到我試過啲 fans， 譬如如果我喺西貢拍、深灣拍，佢走翻入去 remix 曬成個 MV。不下有係咪有三 pair fans 係因為歌迷會而拍拖啦？翻介紹咗而拍拖啦，跟住結婚啦，跟住生 BB 啦，見證住佢哋向對方求婚啦，都有呢啲都係我覺得係即係片酬啊，酬勞係俾唔到我嘅快樂。有好多 fans 同我講話即係。看了你的訪問，我都要跟自己說，雖然我有病，我都要努力做人。將我的訪問，他說貼在那個床頭那裡，那就他說當他每晚睡覺或者起床的時候，他就會望著那個訪問跟自己說，我都要好像薛凱琪那樣堅強，彷彿好像我為他們做了一件好事一樣。但是當我見到他們因為見到我而哭多謝我的時候，我會覺得薛凱琪，你除了為你的 passion、 你的工作、你的金錢而工作之餘，是因為你們令到我覺得我是一個很有用的人，因為你們我要更加做一個好的榜樣。所以你以為我影響你，其實你是影響我。這個夢之途中音樂的是 Picnic Series 01，我都要多謝公司今次給我做一個有少少任性的 show， 因為這些 show 絕對不是為賺錢的，即我可能做五場才是一場的紅館，但是有些事你不用一個小的空間去做，沒有那種很親密的感覺。它不是一個 side track show， 但我會唱好幾首 side track 是我自己喜歡的，而在紅館是 你一世都不會選擇在紅館唱的，去跟大家見一下面，不是表演給你看，是跟大家見下面。所以我們經常形容這個是一個音樂記去記錄一些東西，不是一個 show 的演唱。我喜歡在家裡不斷看電視劇，我什麼都看，我鬼怪也看，一天在家裡一天看五集，看到我眼睛睛，然後一直看是不斷哭，真的鬼怪，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，然後又看Game of Thrones 啦 ，Stranger Things 啦 ，Orange is the New Black 啦，梗係鬼怪啦！咁轉日有乜可能有咁男人轉日一萬年？除咗孫悟空，對上一個我識嘅就係孫悟空啦。跟住之後，唔係 Vampire's Diary 都有嘅，全部都唔係人嚟㗎嗰啲。